粥，但是我有点太晚起来了，我的粥应该变成一大块了。我住进来到现在，这里的伙食真的是没话说，非常的满意。因为我用 Uber E 拿的东西到了，我总共下了两单，一个是外卖，然后一个是 grocery。哦，这 grocery 是 7-Eleven 啦。是什么？哦，面膜，对，我买了一个面膜，然后买了一个纯吃茶跟牛奶，我想自己来做奶茶，然后一些零食。这个是朝思暮想的一枚小泡芙，然后我看到一个新口味是厚奶茶，我想说吃吃看。还有一个茶叶蛋，这个好像是酒店的午餐吧，这不是我买的。然后外卖的话，我刚点了两杯卡玛，一杯是 latte， 一杯是特调，然后一杯今天喝，一杯明天喝。然后刚刚收到 Rhino Shield 的包裹，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 Rainbow 系列的，看一下，一个是 Proud to be me， 然后一个是 All love is equal， 然后我最近换了 AirPod 3。然后这个是新的壳，我刚工作了一下，然后不知不觉又到午餐时间了。我本来想说这次隔离我一定要坚守住我的体重，殊不知目前的每一餐都重到我的食欲。今天的午餐是这个叫八方云集，我知道香港也有八方云集，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好像有好吃这么一丢丢。因为我有点好奇是不是一般人的食量都这么大，因为除了有十个锅贴之外，还有一碗干面跟一碗这个汤。然后这就是我这一年来第三次隔离 so far， 我第一次是14天，第二次是21天，然后这一次只有7天，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隔离经验还蛮丰富的朋友，我现在很能够接受跟规划我在隔离期间的生活，其实就是工作、追剧、吃饭。可能因为上次在香港隔离21天的那个伙食跟经验啦，都麻麻的。所以我这次觉得我在台湾隔离的生活非常的幸福。嗯，本来没有很饿的，喝到这个姜汤就开胃了。All I wanted was a bit of honesty, but you were fronted. You never really wanted me.I asked you if you wanted to be more than friends. You went ahead and lied. Now I'm crashing, trying to get back on my feet, but it won't happen as long as you're still haunting me. So I'm writing all these songs to get you out my head, but the memories stay behind. 好，隔离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做的，因为我这次是线上订房，所以他酒店就免费送了一张瑜伽垫给我。既然如此，这几天想要认真的做一下运动。对，我现在来做 Chloe Ting 的一个 abs workout。对，这个是拿来增加重量的。卸个妆，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隔离的时候还要化妆。大家最近有推荐什么歌吗？我最近还是深陷于毛毛的歌里，真的好喜欢好喜欢 Bobby， 希望有一天能够听到他的演唱会。就是他的演唱会是我会买票去听的那种，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我喜欢很多的歌手，可是我不一定会有那个冲动说要去抢票啊什么的。像最近香港不是很多人在抢那个 Mirror 的票跟张敬轩的票吗？我觉得我好像很少有那种冲动说会去想要听一个歌手就是唱歌这样子。我没有讨厌谁，我只是一个冷静的 fans。
我刚卸完妆了，我想要先洗脸。那今天要用的是这个 Foreo 的 Luna 3洗脸机，这个是我自己平常就固定有在用的一个小东西，之前应该有介绍过了。 Luna 3其实有不同的颜色，分别是 for 不同的 skin type。 那像我这个浅紫色的，除了是我私心很喜欢浅紫色之外，它其实是 for 敏感肌的。之前其实有介绍过 Foreo 他们家其他 product， 我自己就真的还蛮喜欢的。其实我自己也推坑了很多我的朋友，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洗脸的话，有洗脸机真的比你手洗好干净。那使用方法很简单，我把洗面乳已经放上去了之后，按开关它就开始震动。那它的震动模式可以帮助皮肤里面的脏东西更好的被清出来，然后再加上因为它的形状有没有是这样子有点尖尖的，所以像鼻翼两边这边就可以更好的被清洗到，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角度，就可以几乎是零死角的把它全部清一清。它的刷毛是细胶的，所以相较比较好清理，也比较不容易会累积细菌。洗脸的时候清干净一点，就比较不容易会长黑头了。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个有波浪纹的？你就可以拿来当做按摩。我自己早上的时候会稍微把脸的轮廓这样子按一按。我现在洗完之后脸感觉非常的干爽。另外它有几个优点，首先是它的体积很小，所以如果你要去 sleep over 啦，你要去 staycation 啦，或是你看我这样子 quarantine， 带着它其实一点也不会占空间。加上因为它充电一次电就可以用非常非常久，就非常非常的省电。 overall 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还蛮值得的小工具。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大家能力许可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蛮适合送给你的闺蜜或是好朋友的一个礼物，因为它很实用，然后又长得很可爱，对吧？大概就是这样子。 Peace。 今天 Uber E 买的，这有几片啊？啊，只有一片啊？ What？ 这样一片118，一片要100多块，我天啊！我以为 ，Oh my God， I am so shocked。你看一下一片100多块的面膜，敷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哇，我好震惊哦！我本来以为一盒里面可能有个3-4片的，殊不知，on my own, 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Hi guys, good morning. 这张床必须说真的蛮好睡的。今天早餐是这个三明治，然后我刚用橙汁茶冲了一杯奶茶。你经能经得过我啊？No longer there to make me comb my hair。 今天应该是我隔离的第4天吧，时间过得蛮快的。老实说，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出去之后会不会想念这7天的时光。因为我这次回家是非常非常难得，我们家5个人都在家里，就是我爸、我妈跟我2个姐姐。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家这大概10年以来，非常难得有3个女儿都在台湾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姐姐就已经去念书了，然后等他们念完书之后换我去念书了，然后之后我们就是大家又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所以这次也是我从香港回来，然后我二姐从美国回来，就是大家才有一个团聚的感觉。然后我们家就是走那种自由自在的路线，就我们也很少说，应该是从来没有就是全家一起出游这件事。对，我们家基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家庭活动。就是这几天突然在想，哇，我这次回家家里就总共有5个人耶，我的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告诉我。虽然是很开心见到他们啦，就是但我不知道能不能习惯就是跟这么多人住在一起的感觉。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生疏啊，跟我家的人有一点点。毕竟我跟我二姐好像有2年多都完全没有见面了。从我嘴巴这么自然的讲出来是正常的吗？除了我刚入住时的大乌龙之外，我必须要说这间酒店真的是还不错，空间很宽敞啦，采光也不错，然后这个床真的很舒服，我跟你说 amazing。 对，因为我今天晚上可以的话想要发影片，所以我现在赶快把它剪完。我刚剪完片然后上传好了。 anyway， 我最近呢看到一个
IG Reel， 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现在来拍一个 Reel。最近不是很红那个 Money Jiggle Jiggle 吗？然后我现在来学一下这个到底怎么跳。Basically, we need to be like you drunk a lot and you're just dancing on the roads. On the four, you'll be closing it with the chug beat. All right, I'm going to be playing the slow music also, so you'll be getting the idea how to do it. One, two, three, and four. One, two, three.My money don't jiggle jiggle, it folds. I'd like to see you wiggle wiggle, for sure. I'm riding in my Fiat, you really have to see it. 6 feet. 我看到你了，耶、yeah, ！谢谢你。哎，你们小心一点，赶快进去进去。好，拜拜。朋友刚刚帮我送来的杯子，我这次回来还自己带了。空气芳香剂，这个是 ESO 的一个 room spray， 是我自己买的。然后现在已经剩下就是最后一滴滴了。这个味道叫做 Estros， 里面有三个味道，一个是 Pink Pepper、Lavender 跟 Tobacco。我先卸妆一下，然后等一下洗澡。你们老实说，看到现在就是觉得隔离 vlog 好无聊哦。我也是这么觉得。我最近开始在追古装剧，是不是很 random？ 我本来是不太看这些古，因为我以前觉得古装剧很 cringe。我上次认真看古装剧，好像是《步步惊心》吧？对吧？哎，有最近看了那个《且试天下》嘛，然后我又回头去把《香蜜沉沉烬如霜》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都把它看完了。尤其是那个《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特效，真的是。很烂，我本来就喜欢那个样子，然后看完之后就更喜欢了。对，然后我现在正在看肖战跟王一博的那个《陈情令》，好看，这是我最近看的三部古装剧里面我觉得最好看的了。前阵子主要是看韩剧，然后最近就是在看古装剧。其实我觉得拍古装剧超难的，首先古装剧的那个道具跟服装应该超级难准备，然后再来是很多古装剧都是那个小说改编的嘛，所以你那个剧本啊、角色跟人物设定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不然会被一些书迷就是攻击，就会觉得拍出来好像没有看书好看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超级喜欢看金庸的小说，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啦。大家在看 Stranger Things， 我在看古装剧。哎呦，我戳到眼睛。好多的 MSG， 这是刚朋友帮我送来的金牌啤酒配泡面。我只有五成的把握。